依爱，哥，洞房花烛，人生快事啊！啊，对了，再仔细的检查一下，看看有什么不周到的，别让十七公主挑出脸来丢了父亲的脸。哥，万事俱备，就差公主入洞房了。 公主这么早到寺里来，只有今天一天了。什么只有今天一天？明天，明天我就要嫁到房府去。公主的金玉良缘，定会美满非常，皆大欢喜。你也说这是个金玉良缘？皇帝的爱女，嫁到宰相府。 我宁可嫁给一个农夫，一个田舍翁，也不愿意听从父皇的命令，嫁给那个什么房遗爱。公主应该跟皇上说。说过。父皇问我，如果我的生母同意，我听还是不听？我说听。于是，我见到了我的生母。 你母亲自然同意这桩婚事，是的。她说我能嫁到这样的人家，真是不错。这桩婚事也是你母亲的愿望。我真不明白。公主没有理由不照着去做。我不甘心。公主这样的情绪很危险。我觉得只有我的生母最了解我。 虽然他很多年没有见到我，可是我们母女的感情在那一瞬间就通了。我知道公主的母亲对公主是什么样的感情，是公主支撑着她的生命，使她活着觉得有希望，活着比什么都好。可是她。
他没任我，他没有任务，他没有眼泪，也没有悲伤，甚至没有一句多余的话。他知道我的心，就好像知道他自己一样。他不希望我像他那样过一辈子，他甚至对关了他一辈子、杀了他夫君的我的复活，也表示出极大的宽容。 我觉得我的生母是在为我父皇受罚，可那又怎么样呢？报应还是接踵而至。你母亲能用一颗宽容的心对待过去，这是很值得庆幸的。可我想知道她另外的那颗心，流血的心。 年光久了，没有人会永远守着仇恨度日。自从见到我的母亲，我觉得她的命运会重新落在我的头上。边境，我非常害怕。你母亲用她半生的经验和教训，告诉你活着的道理。 你本该身心不已，并照着去做。是，按照常理是这样。可这皇宫里有多少不讲理的事呢？我生母一辈子都没活在常理之中，我父皇对我生母的行为也尤为于人伦天性。现在要我按着常理来生，连我这个人都不是按常理生出来的。 公主晋升，长孙皇后抚养了我，给了我荣耀。我从小就被父皇骄纵，虚荣心膨胀到了极点。小时候，成前说我是疯女人生的，我差点没气死。荣耀对我如此重要，失去荣耀，我觉得自己像一粒沙尘。 那又怎么样？不幸的事儿一件一件的发生，承前反了，母后去了，我的生母对我说了一番死心塌地的话之后，也让我出嫁，都要我循规蹈矩的生活。我真倒霉，偏偏在我即将出嫁的时候，那房价偏偏有个房檐闲在那儿。于是，父皇把驸马都尉的荣耀给了那个蠢货。 公主一天未吃东西了，多少吃一点吧。谢谢你施予我的斋饭，你能再多施予我一些吗？公主，救救我！ 我如何才能帮公主？你把我带走吧！不不不不，带我走吧，走得远远的，我不想再见到皇宫里的任何人，哪怕是我父皇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带我去益州。
我就嫁给你。陛下，净土寺数界住持差人来报，说十七公主从晨曦到现在，一直待在净土寺辩机和尚的禅房里。净土寺，辩机。你杀了我。从前，我日夜向往着和你相见，我四处派人寻你，找你。大唐的寺庙成千上万，我知道你在哪个庙里烧香。我所有的谜团都装在你的心里，我一定要找到你，向你问个究竟。可我再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却在我几个皇兄之间穿梭往来，做着毫无意义的蠢事。没有人能窥探到自己内心的最深处。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更不清楚他们想要什么。我莽撞过，不能再莽撞了。我曾经希望你为我三哥做事情，任何事情。我也希望你能帮我做一点事，帮一个小忙。在我最紧要的时候，帮我一个忙，我会报答你的。用我的一生来报答，这难道还不够吗？我做不到。真想成全了你，然后成全我自己。你怎么敢这样对我？我不想你死。杀你不用我动手，我只需向父皇禀告出你谋逆的罪状就够了。你帮东宫杀魏王，你还企图谋刺国舅长孙无忌。公主说中。你到底是谁？你父皇毁了我父亲一生名节，长孙无忌灭了我宗家满门。你是逃到净土寺来的？十七年了。十七年？玄武门？我父亲是玄武门守将。被你父皇当时的秦王诱降。我父亲原本是太子建成的人，玄武门为秦王立下头功，事后长孙无忌却仍要灭我宗家满门。父亲临死之前让我到净土寺拜玄奘为师，至今日你把我弄糊涂了。你究竟是功臣之后，还是罪臣之后？玄武门死了那么多人，所有与玄武门有关系的人都是罪人。死了的再无生还，评说功罪又有何意？我呢？你呢？我生，我父皇呢？纠缠这些问题有什么意义？我们还活着，生命应该是有意义的。生命本身是痛苦的，再去揭示它的意义，不仅痛苦，而且难堪。活着就应该有希望。我的生命毫无价值，死而无憾。你曾经对我说过，
莫等闲虚度，一失人身，万劫不复。莫等闲虚度，一失人身，万劫不复。你是徐武门的种子，罪孽的种子。我也是。从今以后，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秘密，我会把它永远地藏在我的心里。在你生母面前，我是罪人之后。这罪归于我父皇，我愿替他来赎罪，就像我的生母用她的一生来为我父皇赎罪一样。公主，公主，究竟什么事啊？接二连三的去净土寺。我是去为人做超度。为谁呀？还能有谁？为你母后。为我自己。为你自己？是啊，以前的高阳死了，以后的高阳是死是活还无定数，不如就先超度了。说话就要出嫁了，还是满口胡言，语无伦次。出了宫总要换一副嘴脸，最好先脱胎换骨一番。我说过，出了皇宫嫁到房家，可你仍然是大唐的公主啊，享受跟以前一样的待遇。我辜负了父皇的恩宠。你看看，哎，也不梳洗，就这么出宫入寺，从早晨到晚上。有失了公主的尊严，丢了父皇的脸面。我听说你去找卞姬。是，就是那个被父皇领进宫为我生母引路，又为了我和吐蕃剑客比武的那个和尚。这个年轻的学问僧，剑舞得好，悟性也不错。他不仅可以为死者超度，还可以超度活人。哼，言过其实了。可这是他给我的感觉。高阳，明天就要出宫嫁人了，难道没有什么话对父皇说吗？这几天我的话已经说得够多了，已经把话说尽了。可是你还没有跟父皇告别呢，或许你还有什么要求，尽管说出来，父皇一定满足你。啊，父皇，你真疼我？哼，现在宫里宫外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。父皇把他的心肝宝贝十七公主
嫁到大司空梁国公房玄龄的府上做儿媳，啊？这桩美满的婚姻，也是你的生母定的吗？可是我不愿意嫁到房府去，我不愿意嫁给那个什么房一爱。哎，我的小羔羊啊，已经无法改变，就是明天的事了。父皇，您是皇帝，您是可以扭转乾坤的天子啊！父皇，父皇，天子就更不能朝令夕改呀。这是女儿的婚事，又不是国事，女儿从心里不愿意，不愿意。皇帝没有家事，都是国事。那你还问我有什么要求？别的事都好说，唯独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。既然这样，女儿也没有什么要求了。没了。公主，你皇帝的每一位公主出嫁，你都要为他们画像吗？下官还是第一次给公主画像。那你都为些什么人画像啊？皇后、皇上、陛下的爱妃，还有大唐的功臣。你可为戴姬画过像？下官不记得了，就是我父皇的嫂子，从前太子建成的妃子，叫戴姬的，想起来了吗？哦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哎呀，年头长了，都忘了。你的忘性还真不小啊。哎呀，画的太多了，记不住谁是谁了。公主，您可别见怪。你画了那么多人物，哪一幅画让你印象最深刻？最让我记得住的，那就是，皇后年轻时的那一幅。那幅画还像个人，其他的都是些媚俗之作。Thank you.
太子生前吗？成亲那阵儿，父皇。哦，不是生前。王克，克儿。李克刚刚来过，又走了，父皇。嗯，那一定是魏王派的。青雀。青雀在他的魏王府苦读圣贤书呢，父皇。晋王志，志奴，志奴恐怕还没起被窝呢，父皇。嗯哼，那会是谁呢？哎，父皇实在是猜不着喽。父皇，你偏心，就是不猜我。陛下，奴婢是来给陛下侍寝的。娘子，公主，你就是房一爱。正是公主，我就是房一爱。本公主到房家来是奉了皇帝的旨意，并不是本公主的意思，这一点本公主应该向你说明白。我明白了。听说你是个军人。正是公主。知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话吗？孙子吴起这样讲过。不错。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吗？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主将在外作战的话，皇帝颁发的命令不利于战争，可以不遵守执行。本公主遇到的正是这种情况。本公主虽然嫁给你，却不能够接受你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不允许你随随便便地进入本公主的房间，永远不许。如果你有什么委屈的话，可以向皇上去申诉。就这样，公主，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？没了。静奴，公主，送公子出去。是，公子请。新婚之夜，你就睡在这儿？我有什么法子呀，哥？是不是公主跟你说了什么？她跟我说，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。这是什么话吗？看来你只能再有点耐心，多给公主一点时间。可是，他跟我说让我永远别进他的屋子。公主，请起，来坐下说话。公主初来乍到。有不周到、不习惯的地方，请公主直言。我嫁到房家，全是因为您身居要位，德高望重，
是大唐的开国元勋。其实这些对我来说都无所谓。公主的下嫁，对房家来说却是莫大的荣耀。不见得吧，我的生母并不是皇后，而是一位久居深宫的罪妇。皇上对公主的宠爱无以复加，视若掌上明珠，这在宫里宫外朝廷上下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呀。我父皇在宣武门起事杀死太子进城之后，霸占了太子进城的宠妃戴姬。我是我父皇的嫂子戴姬所生，生于贞观元年。您老人家一定知道这段不光彩的历史。历史是不能改变的，人是可以改变的。皇上后来给建成元吉做超度，对公主的生母戴姬的关照，特别是对公主超乎寻常的宠爱，不正说明皇上是有道之君、仁义之君吗？您相信报应吗？我是玄武门的种子，现在落在了您的府上，如果结不出好果，你心里岂不要怨恨于我，怨恨于我的父皇吗？公主虽然嫁到房家，但是公主永远都是公主，我绝不会把公主当作普通的儿媳来对待的。我只会教育自己的儿子要恪守本分，绝不会苛求于公主的。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呢，我领教了。公主，你没跟武王去益州？身不由己，奈何呢？我何尝不是？公主指的是嫁给你弟弟房遗爱。余弟不才，承蒙皇上赐婚，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喜事，更是我房门一族的荣耀。你也替你弟弟感到荣耀？啊，当然。就因为我是皇上的公主？不仅如此，公主的确是非常的优秀。相比之下，遗爱的确是配不上公主，但遗爱的心里非常非常的喜欢公主。公主还没进门，遗爱早已望眼欲穿了。是吗？是的，公主。可是你知道我的感受吗？公主可能有万般的委屈，万般的无奈。可不管怎么说，遗爱已经做了你的丈夫，公主不能连最起码的尊严都不给他吧？除了我父皇，没有人敢强加给我什么，绝对没有。我的小羔羊啊，你在房家一定比在宫里过得高兴吧？哪儿都一样，无所谓高兴不高兴的。起来吧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哎，皇家对你的好一定比父皇对你的好有过之而无不及呀。父皇对我在皇家的好就有那么大的把握？刚才发生了一件事足以证明这一点。什么事儿？刚才房懿之来过了，他请求把他世袭的银青光禄大夫的爵位让给他的弟弟房遗爱。理由嘛，第一是为了你十七公主的尊贵和荣誉，第二为了他弟弟的一生幸福。有这回事吗？我不知道。啊，这件事情的起因朕还不清楚，但是从房一直言辞恳切的谈话中可以得知啊，他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们好。我无所谓，你呢？我不能要哥哥的爵位，绝对不能。就是嘛，房家兄弟谦让爵位的事足以说明房家对你好啊，连父皇都很感动，可是你却无动于衷。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好吧，却让父皇成全了房一直的善心，
把那个什么大夫的爵位让给方燕不就完了？我回去以后也谢谢他就是了，要不然好像我不领情似的。朕没有答应方一直的请求，本来就是无可无不可的事儿，父皇啊是小题大做，大惊小怪了。你不要小看方一直让爵位这件事，不是谁都能做到的。我哥哥们做不到的事儿，不代表所有人都做不到，是吧，父皇？把你嫁到这样的人家，父皇尽可以放心了。高阳，父皇知道，你眼睛里只有你三哥吴王，天下的男人跟你三哥一比呀，那都是一杯黄土啊。方一爱自然不能和你三哥相比，可是他的出身和家教足以让他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丈夫。啊，父皇，什么时候让三哥回来呀？用不了多久，我就会让你三哥率军出师征讨新罗。如果三哥讨伐新罗成功的话，那就天机不可泄露，三哥就再也不用离开京城了，是吗？太好了。行吗？父皇走。哎，哦，慢点儿。魏王，驸马都尉，魏王见笑。燕儿新婚，故我萧逸了。岂敢忘魏王，不敢忘魏王。新婚燕儿，还不如焦四妻。怎么有时间到我这里来？敢问魏王，十七公主究竟如何教唆？怎么，领教燕儿了？这么说，连皇上也要让她三分？岂止三分，她就是喜欢大唐江山，皇上也会割下半壁来给她玩去。真的？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幸亏高阳她是公主，否则的话，否则早没命了。晋王读圣人先贤的著作，有何感悟啊？舅父，处子伤臣为了王位，竟然弑父，这种深恶痛绝的事，为什么还写在书上？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只是要辨明是非，分别善恶，进而劝善惩恶，所以才把伤臣的恶劣行迹写下来，流传到千年之后的今天。这种惨无人道的事，我听了就厌恶。可事实就是这么残酷，成前的事，不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吗？舅父，以后不要再跟我提成前，我受不了。那这本书一定对太子的胃口。《礼记》。哎，刚才舅父叫我太子。哥，起来！起来！你看看你这个样子，哪还像个大唐的驸马？你以为你把银青光禄大夫的头衔给我，我就像大唐驸马了？这一切不都是为了你吗？为了房家的面子。可是人公主不领情，我也不领你的情。那你是怎么想的呢？你就想这样，甘愿这么下去？她是公主，我有什么法子？哎，我今天陪她进宫了，我可算开了眼了。她竟然敢顶撞皇上老子！按魏王的话说，只要她喜欢大唐江山，皇上能割下半壁给她玩，
哎，哥，你听听，我不要听，我什么都不要听。她是皇帝的女儿，怎么了？啊？你是不是她丈夫？她是不是你妻子？你是不是一个男人？她嫁给你，她就是你的女人，你就有这个权利。她是你的女人，你是她的丈夫，她是你的。我的。